滚地球向魔力接到回头，我来看二垒跟三垒间的夹杀，前卫的跑者蔡振宇这边是直接被抓到了。嗯，哇，这是向魔力的一个反应啊。哎，哦，他是判了一个妨碍跑垒吗？哦、妨碍跑垒啊。嗯，就让蔡振宇直接上到三垒，我们来看一下妨碍跑垒的一个情况。没有，蔡振宇刚好是看到向魔力一出手哦，马上回头哦，跟向魔力有身体的接触哦。啊，在向魔力投完球之后，他其实要赶快闪开啊。嗯，就闪的位置一样了哦。嗯。